新车的味道闻起来很舒服，很开心。我们希望让市民朋友呢，从家里面，从社区，从你家楼下，就可以直达到台北。我们花了一亿多的钱，我们再重新再买新车，对，来给服务我们所有的基隆市市民。请专心驾驶。侦测到驾驶的脸部，然后他会看到你驾驶脸部有没有在专注前方，然后有如果没有专注到前方，他会提醒驾驶，就是说请专心驾驶。这条线开通之后，对我来讲确实是增加非常多的方便度，因为我一下我家楼下，我就可以搭车，这样子非常的方便。最起码差早十分钟，然后到台北方便。目前看来，我觉得好像速度上有比较快。那只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捷运站可以搭专车，那这个其实就是这条路线最重要的，就是捷运站。